旭东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逛了一天，可把我累坏了。小芳，给你做饭去。我也有点累了，你还是自己做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你媳妇对我那态度，这儿媳妇呀，就没有把婆婆当妈的。今天不是去买衣服了吗？怎么这么不高兴啊？高兴，买了。妈，你看这两个裙子哪个好看？这两件衣服呀，和你的气质都不搭，哪件都不好看。哎，不过这件衣服颜色好看，给旭东他妹妹穿呀，一定好看。小芳，还不赶快去买单？哦，好。哎，这短裤不错，是吧，妈？不过你都当妈的人了，这个太年轻，给佩佩穿好看。看吧。还是这个也不错，买了吧。哎，这包不错，给佩佩买了吧。只怕彼此爱不够倔强，约定过的远方。好，没事儿，我让你哥给你转过去。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，望你归家那一世。旭东，你妹妹的生活费花完了，你再给她转点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妈，我也没钱了。你没钱了？你不是昨天刚发的工资吗？哦，我昨天陪李芳去了趟商场。你陪她去干嘛呀？当然是购物啊，我给李芳买了六件衣服，还有三双鞋，两个包。反正呀，这钱正好花完。什么？你给她乱花那么多钱干嘛？你不知道你妹妹？妈，我知道。我知道您最偏心的就是我妹妹，你呀、一直都是把自己的女儿当成宝，把自己的儿媳妇儿当成草。可是这人心呀、就犹如一面镜子，你对她笑，她就对你笑；你对她哭，她也就对你哭罢了。你呀，总觉得李芳没有把你当亲妈，可是你自己一碗水端平了吗？今后您所有的偏见和不公，都会换来我对李芳加倍的好。人晚风生离去，吹散我的泪，似风筝把你追，愿等你一辈子真情。